我认为这火救不了的时候，我是第一时间上车把它开走，因为这车是我的啊，我不能让任何人去替我冒这个险呢。哎，我停车下车以后，大约也就是15分钟吧，15分钟就油箱就爆炸了。就多亏把它开出来了，我不开出来，那后果可比现在要严重多了。我就是宁愿自己受伤，也不能让别人受伤。没有给大家造成伤害，我不后悔。